卡特有点老的。卡特都是带无情猎手的吗？我记得每个卡特好像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带的。为什么卡特不带汤衣啊？不带那个寻宝。我见的卡特好像都是带的，都是带的无情。跑图游走是吧？我见的90%的卡特都是带的无情。这个 Q 中了，他有点苦肉计的。Double kill。我就喜欢跟这种选手对拼，有操作的。跟这种人对线就很有意思，你知道吧？那跟第一把的皎月对线真的是纯折磨脑子，纯坐牢。应该到不了六级。讲道理，应该到不了。但是我好想越这个卡特。好像差一点点血，失误左右一下。爆炸！终极爆炸！失误了，我想走了，逼了吗？我去，这炮吃线不吃啊！哎呀，知道了。看看非要守了吗？别追了，我就把你宰了。他都没想，他是没血了吗？这个装备不可能死的呀！我操！
我操！我他妈一不出来。 攻速降到多少了？没看。哦，刚才一都一不出来。 我操！卡特狗又收一个，我操！卡特狗又收一个，我操！喂喂喂！等一下，娜美。 我操，好痛！第一回萨勒被命名，帅，好大的啊，结束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